一晃啊，我在千岛湖窝小牛房车营地啊，已经待了半个月了。每天呢，除了吃就是睡，看看现在给我养的这么胖了都。这不嘛，今天呢，我的帝王蟹都到了，我打算啊，给我自己好好养一养。今天晚上就是它了，比我头还大，看着不？哎，先给它好好清理清理，给它使劲地刷一刷。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买的这么丑，我看别的呀，都挺好看的。你看我这个刺儿不知道为啥这么多。我给老板呢打了个电话，老板告诉我越丑越好吃。今天我就打算尝一尝。别说，豆包这胆还挺大呢，啥都敢整啊！哎，豆包，啊，看，哎呀妈，哎呦，你看他还嘴着，也挺喜欢啊。哈，哎呀妈，你快起来吧，等熟了一会儿我给你一块尝尝。我现在给它拿到房车里蒸一下，蒸完就可以吃了。靠边，放点葱姜蒜，给它装饰一下，再给它放里面。开蒸，蒸个十多分钟估计就能好，15分钟纯蒸。咱们就这么静静的等待15分钟啊！哎呀，太埋汰了你！你竟然敢亲我你，太过分了。今天天确实挺热的，手给豆包热的嘶哈哈的。时间到了，开锅了。哎，好大一股海鲜味啊，好鲜灵啊。哇，这咋还蒸出鸡蛋糕了呢？一会儿就能开吃了。哎呀妈，这也太烫了！哎呦，还淌水了。这玩意儿啊，就腿儿好吃的，先吃腿儿。看看这大腿儿，全都是肉。真香！看这鲜红的色泽，我实在忍不住想吃啊。太好吃了，这玩意儿也太好吃了，我都没搂住，忘记给摄像留了。这也给你吃吧，下点面条，救救味儿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一会儿休息一下，然后上那边去洗个衣服。正好啊，这衣服得攒好几天了，我得拿那洗衣房洗洗。豆包这一出来呀，可开心了，有的时候啊一撒欢呢，跑追都追不上。快跑！正好啊，这块有一个晾衣房，小件呢可以在这块洗，大件啊一会儿我就拿里面去洗去。这块呀、就有洗衣机，大件呢就可以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洗。这里啊还有一个专门洗浴房，就跟家里的洗浴房一样，空间还是挺大的，一共有2个。我每天呢吃完饭呢都会领着豆包，在这里面转圈啊，消化消化神儿。走了，包包，这边走。为什么最近在这待这么长时间呢？因为呀这块离杭州比较近，我最近呢在杭州需要办一些事情。我平时呢和豆包呢也会来到这里面，在这里面啊玩一玩，在那边吃点东西，喝点小茶水。走啦，豆包，可以到这里面玩了。我每次啊把豆包一放进看麦就开始撒欢了。豆包快来，站上来。这么大会儿啊没看着豆包啊，你看看豆包在一块儿啊，玩上土了。豆包你干啥呢？瞅瞅这出，平时啊在这块呢可以喝点小茶水，然后聊聊天。今天的天气啊特别的好，特别凉快，特别适合在这块待。今天呢这块还挺安静的，目前呢就我男朋友还有我和豆包。到这边可以玩一会儿，这边还有个小悠悠。这玩意儿在我们东北啊被称之为叫悠悠。哎，这块叫称是什么？这块叫什么呀？哎呀，可以悠一悠。哎，把鞋一脱，过来推我一下来。哎，在这儿打会儿悠悠，发会儿呆，生活也不过如此。走了，回去准备点食材，明天呢打算在这块烧烤吃。走了，豆包。